Hello， 大家好，鲁哥。前两天这个鲁班的新皮肤太空探索才刚曝光出这个它的出场效果啊，这两天又有人曝光出这个鲁班的技能特效啊，在游戏里面的技能特效。啊，这款皮肤原名太空探索啊，现在又改名了星空梦想。我们先看这个出场效果的展示，自带字幕还是挺可爱的，挺萌的。而且它的背部那个背包上面那个东西啊，你的大招会出来的，会出来跑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技能演示，这个是普攻，这个是被动技能。我们来看慢动作，一下两下，上面显示的数字是有点像那个计算机上面显示的数字，对吧？就比较高科技。这是一技能，我们看一技能的慢动作，就砸下去之后，也有点像那个就是高科技东西会展示一些字幕什么之类的。这是二技能一个导弹，刷的一下也飞出去。在演示的时候皮肤是没有改变的啊，只是演示了技能特效。我们一看这个大招，就从他的背包后面那个冒出来那个小家伙，直接飞出去，然后一个扫描过去就是一个伤害。啊，这是那个海报啊，那个宣传海报，玩新皮肤的宣传海报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时间要写个2018年1月15号，现在都已经2月了。然后获得这款皮肤还能获得一个新的头像框。